还有这么一出。终于能安静会儿了。哎，你说我是不是也中毒了？我怎么看这月亮这么大？我也是，我现在看那些星星，拖着超级长的尾巴，像水母一样。真的，能听到海浪声吗？说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在海里啊？是啊，你看我们脚下，全是珊瑚啊，沙丁鱼啊。哪有沙丁鱼啊？你看，我们身边这不到处都是吗？好大一片。我感觉我现在就躺在云彩里，软乎乎的。想睡觉，那我们就在天上睡吧。地震星，跟你一起出来玩，很开心。那以后一起去更多的地方。你怎么这么早就醒了？
有虫子睡不着。哦，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真虫子吸血那种，不是说你。那我去给你拿驱虫水。跑那儿去了？你怎么跑那边去了？我在等日出。你看，太阳就会从那个林子里冒出头来。你知道吗？小时候我妈妈跟我说，日出就是神仙点的灯笼，所以我每天起得特别早，就是为了看神仙点灯的样子。后来长大才知道，那都是我妈为了让我早起骗我的。也因为那些故事，让我童年变得五彩斑斓的。哎，你看，太阳出来了。你看到神仙了吗？看到了。你真看到了？真看见了，真好看。你听过八秒法则吗？两个人只要对视超过八秒，就会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。什么事啊？你快说。最后一个环节，填写调查默契问卷。我的社会实践调查报告就靠你们啦。旅行前是否有分工？有。选择大众路线还是小众？小众。喜欢风景还是人文？风景。计划出现分歧，听谁？对方。听我。听我的吧。谁有道理听谁的。好。对方有最爱做的休闲运动吗？有。月月，你怎么了？我跟高云朗默契有80，这不挺高的吗？可是没有达到我的预期啊。那我跟江一元的呢？我们俩那答案南辕北辙的，你还好意思问结果呢？你们俩有90分。啊，看错了吧？大数据说明咱俩还是挺配的，要不咱俩再试试。